这叫什么肉？有知道的吗？这个味道好香啊。里面是个五花肉。来一大口。真的太香了。你们要吃吗？再来一口。你要吃吗？可以。你怎么不说呢？你说什么？不好意思是吧？来吃一口。就吃一点点。他害羞了。真的太爽了。可以。他又来了。还吃吗？可以。不吃了。给你一块小的。不要。不要了。他真的好害羞啊。记得关注我哦。